这车子简直不是什么商务用途，应该是个休旅车。你光是看它的车头设计，它车中间那一道光，让它看起来好像太空船。这起案件走到法院上呢，这个 Volvo 车主应该会很生气。一般我们法院判决就是一年打7折，那3年打几折呢？0.7×0.7×0.7，大概就是35折。